您这个儿得有，那不一，我感觉是精精确点说啊，大爷，我感觉您这个儿1.88米左右，不，还不到1.9米。哎呦，那您这真棒！在您年轻时候，您是长得特精神吗？肯定。俺就这样啊。这也说说人个儿高啊，就拿这照相，就骂人家呢。我估计我这个儿也跟您差不多似的。那不行，那我比你高啊。是，为什么那么说呢？人家老话说了，逢高必傻，逢傻必尖。那可不是啊。对对对，我们真没这意思。我就是那意思，人家老话说的，不是老话。哦，因为什么呀？大爷，因为我看您这长得太精神了，是吧？我感觉，而且您这腰板也直。帅哥啊，我离老远就看您了，一看您这个啊，一看您这就精神。哎呦，大爷，您年轻时候您是打篮球的？不是，不打。那您个儿高不打球？不。那您当过模特吗？啊，那年代没有模特。哎呦，那您这真是，您这个儿，实际上您这当模特真是也合适啊，当时标准。您这体型，您个儿真是。那您年轻时候您是做什么呀？我感觉像。哎，不，我真是保密。要这大爷的从事保密性工作。保密机关啊。那真是。但是大爷，我们真是没有那意思，这实话实说啊。因为看您这形象实在是太上相了啊。就给您，真是，而且来讲。一看您这穿得时尚，您今年您有50多，别那么多，您这一叫就不挨我叫了，叫我又怕我失礼啊。哎，那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？没什么爱好，锻炼身体呢。我感觉不锻炼。那您怎么保持这身材的呀？你家人都高，所以这个就傻，那逢高必傻。那可那个哎，说那个傻尖傻尖的，就是这高个儿啊，不是不，浓缩的都是精华，这个不是都不是我发明的，那书上都那么说，还是书啊，对，浓缩的都是精华。